大家好，我是窦骁，来爱奇艺看九州海上牧云记，今天开始就由我来守护你。你说话呀，说话呀，无赖，你就是无赖，你就是无赖，无赖，无赖。你说话呀，饿了你不需要吃饱，要维持你那浪费能量的身体，吃几片老鼠干就够了。吃完了。你都给吃了，只消耗不创造就是浪费，浪费给你吃就浪费。不许乱动我的东西，不要乱碰我的东西。